南哥，苏先生越来越过分了。怎么讲？现在通地铁都不带我。你这话说的，他们干什么带过你？我好歹也是苏南的，不要面子的。不就是地铁吗？我跟你通，还得是我南哥。小事情，自家兄弟。要我说啊，索性你就搬过来，咱俩喝一块多好。我帮你当大哥，你却要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。这个家我是一刻都不想再待了。阿苏，平时大家都是闹着玩的。闹着玩？原先你们用机场围我一圈也就算了，现在好了，又要围我一圈，心开心哦。纯粹是巧合，你想多了。别说了，我去意已决。可你这一走，我们江苏就只剩下南了，我们苏南那就更难了。你是苏碧啊，本身就该你和他搭班子的。我也不是不行，可是在江宁和无锡，那不变成江西了。我管你们叫什么，反正都是姓南的当家。从我春秋定吴开始，那是灿若云锦，何其繁华。怎奈这平江河始终平不了长江，我姑苏的养终究比不过那秦淮的妹。世风日下，人生无常啊。有常，肯定有常。喂，常州，叫你来劝人，你他妈到哪儿了？签了他，大家都围着太湖几千年了，要不要这么劝？太湖周边几个城市，就你叫湖州，署名全都给你了，还不满足啊？西哥，你也知道我的名字因他而来，为什么我没有管辖权？你湖岸线有多长？有100多公里啊！我们苏一长向来讲道理，给你50米，签。是不是因为我不是江苏的，他们苏一长才这么对我？阿振，你也把这份自愿退出苏南的协议签了吧？看来不是。苏西长镇，南哥先不论，我们是纯正的苏南，没错吧？可为什么从南到北，满满的鄙视链？就说我和阿苏阿西，如果抛开手下兄弟，我们的实力，那是旗鼓相当。可为什么总有人说苏西无常？而阿苏，你跟扬言，除了你阿苏家人，都是港不宁。哎，阿长，怎么我就占个标题啊？你后面对我一个字不提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阿振，苏西长镇呢，我说顺口了，我保证以后尽量不提你。行，既然阿长说抛开下面兄弟不谈，要我说啊，再彻底一点。抛开下面兄弟，咱们不看总量，就看人均。在座的各位，在我面前都是弟弟，你简直一派胡言。就等会儿，我刚刚查了数据，他说的没错。苏西一体化，常州的反应。无锡苏州签署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，共叙兄弟情，未来5年将会非常精彩。这新闻带劲呀，阿长啊，你也有今天呀，走看看他知道不？看新闻了吗？你说当初我们苏西长镇四兄弟坚定的在一起多好。我也没有办法，阿健，这样你跟不上队伍。你也知道我们地主会不养闲人。那现在轮到你了，现在很好，苏西长一体化发展。你没看新闻？什么新闻？自己看。无锡苏州签署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，共叙兄弟情，未来5年将会非常精彩。南哥那边还缺人吗？